转过去，蔡文成外线出手，直接被一杰给扒了出去。我的下弧顶外线，哇，这个是力道完全轻了，比较慌乱了。我的下不起来，躲过了火锅，但一杰把篮板抢回来，配回去，周伯成的外线。这次空心球，因为玉龙刚刚守的是二三哦，或三二啊，有点一二二的味道。当这个球一到中间的时候，底线只有两个防守球员了。下直接带球，直接一个人直取，哇！这个跟昨天的林志伟啊，昨天的开节其实双方差不多是这种状态。Sharp 的运球假动作真的很多。这是一个球进算，我觉得在攻击的选择来说，这一次玉龙还蛮可惜的，因为刚刚他明明有人数跟身高的优势啊。今天双方都请对方吃火锅了，恰克要补篮了，这个是被 Wallershop 的扫把手给扫出去啊。现在玉龙队啊，在这边两个洋将互相的在那边讨论了，因为刚在快攻的时候，他们最后选择投三分没有攻打禁区啊，因为他们两个洋将都已经在篮筐下了。可是却选择投了一个三分球，让他们原来在底线有优势完全跑掉了。哇，那你没有办法想象啊，现在啊 Tony Mitchell 第一节啊才打了将近快八分钟，他已经有五个火锅了。EJ 哇，这次轻松放啊，这次就是正确的选择了。李正儒拨给周伯成，哇，这是两个人的合作默契十足啊。哇，更重要的是 Mitchell 完全没有想要回防啊。哇， EJ 跟EJ 跟 Sharp 两个自己吵起来了，确实啊，对于两个人自己的沟通的状况啊，刚刚两个人现在要需要重新再来沟通一下。我当然这个在比赛当中啊是比较少见啊。的确啊，其实他们两个的争执就是从我们刚刚讲的，在快攻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拿到球，可是呢却在篮底下已经互相吵了起来啊。而且这个出手的时候其实是活球，可是他们两个互相吵起来的时候，裁判也不知道该不该吹犯规，因为他们是互相自己打。四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幸好这时候他们已经叫了暂停了。是，当然因为 EJ 今年重新回到台湾之后啊，他很确实知道他现在在这个球队他不是主战洋将的角色，但是如果今天跟 Wallershop 两个人彼此之间是没有办法像过去的沟通这么顺畅的话，会比较伤脑筋啊。哇，这个时候两个人 EJ 还持续的还在想要跟 Wallershop 来讨论呢、通常啊，你有两个年轻的球员，他们可能都不成熟，他们可能会起口角、起冲突啊。可是当你两个都已经34、35岁左右的时候，他们还在起冲突，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了。当然，因为现在仲子重新回来之后，他肯做过去他在季初的在璞园时期啊所没有做的工作，那特别是去搭配别人，去这个协助另外一名的洋将啊。哇，玉龙现在变成五个本土球员全上，这个时候需要先让两名洋将先 calm down。这个 calm down 对于后面的战况、才会有机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啊！转机也有可能是陷阱啊！没错，对富邦勇士来讲，现在看起来玉龙虽然自己这个有内讧啊，但是反而要能够打仗，就是要趁机把你趁你病要你命啊！三个教练呢、两个教练还有一个翻译，进来起来了，走啊！当然，这个就个人能力来讲 ，Wallershop 真的没话讲。失去投篮的平衡啊，可是最后还是积极出手啊。哇！而且刚刚呢，高打板之后啊，个人是单节攻下11分，这边 Wallershop 分出去，林伟汉出手，这一次没有，但 Sharp 的进攻篮板要再起的时候是造成的犯规，变了11分的分数啊。是。所以当先发跟板凳篮板回到 Wallershop 手上，配过去给 EJ， 第二次示好，你总算可以跟我交朋友了吧，罚球再跟你 give me five 啊，来了啊，配下去， EJ 要跟 Sharp 说谢谢咯。连续3波的进攻啊，最后啊得手的都是由 Wallershop 传给 EJ 造成的分数，打进去中间了，没错。哦， Sharp
当然了，他是有外线能力，可是其实对于他自己打球的习惯来讲，他真的不喜欢在里面打肉搏战。这样跟吕正如刚刚的卡位啊，确实两个人到了前场之后还在一路的你来我往啊。这是还蛮扎实的一记啊！啊，往下给 EJ 还留在底线，第二拍，哇，这昨天也上演过类似的戏码，回到了 EJ 手上，再起，哇，这是个 A1 的机会了。哇 ，EJ 的冲抢啊，连 World Shop 都过去跟他拍屁股说 ，Hey man， you're good， 就算了。他在帮我们制造剧情啊，来看一下。Jones 啊，确实身体的素质跟能力啊还是在的。还有张伯维，可惜加罚了这一分没有，但是 Waterchamp 帮他补了回去。两个人再次 give me five， 起来拉了一杆球啊，就没有像林书伟那个那么 lucky 了。长传急攻找到的是 EJ， Chuck 回来了，这球毁没毁掉，还让他最后是翻了进去。Chuck 硬切。起来了哦，哇，结果灌是没灌进，但是哨音响了，五投中一啊，嗯，快枪上来了，当然李德威招南回给我的 Shop， 再起，哇，他的身体的延展性真的是没话说，现在对吕正如开始布下重防了，我的 Shop 大号三分球，Garcia。但是要硬打没有，再把这个球抢回来，交给吕正如在弧顶外线出手。哇，两个人的组合现在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啊！比赛的胜利啊！不过以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呢 ，Jones 终于跟这个 Sharp 两个人之间呢是拥抱的走下球场了。First question is about what is your argue with the Sharp with the first Crowder? No, it wasn't an argument, just two teammates competing and trying to do the best for our team and trying to bring the best out of each other. So it was just a misunderstanding, but we fixed it. We got it together and we came out with the win. Okay, 当然我问了 EJ 是他第一节跟那个 Sharp 两个在沟通跟讨论些什么，当然他说对于场上有一些误会，当然是需要很多的沟通来能够让对方了解对方的意思。当然他觉得他并没有恶意啊。Emmanuel, in the second half.Especially in the third quarter, you were touching the ball a little more. Would that be a somewhat a positive communication with Sharp as the result is? Yeah, well, I mean, wherever the team want me to get the ball or put me in a position so I can get the ball, I'm going to try to do the best for the team. And in the third quarter, I was touching the ball a little more, so I was able to do a little more. But Sharp stepped up, and he'd been playing good the whole time, so that was a big, big possession and a big quarter for us.Yes， 问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三节他碰球的时间是不是增加了一些？他说，他只在意球队什么时候要用他，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会全力以赴啊。不过他觉得重要的是 ，Sharp 在第四节的表现是非常的称职啊，也帮球队巩固住最后的胜利。Okay, last just talking about how you get the big win and make the series even, and right now you can help the team have the offense side and the defense side, the both sides well. Right now.The team want me to play inside, so I'm a little more dominant in the inside right now because if a local guarding me in the low post, I could do a little more, and that's what the team want me to do. I think that we got the advantage right there, and on defense, we got to continue to talk as a team and just get better. Thank you. Congrats.